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我现在示范这台这个扫地洗地机，那它是美国的品牌必胜的洗地机，那它是结合吸尘、洗地，然后吸水，那三个功能三合一。那它这一次推出的是无线版。那我现在示范一下它最基本的功能，也就是吸水。那通常我们的浴室啊，都会洗完澡的时候，除非你家是干湿分离，不然洗完澡就会一堆水。那像我家啊，就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的，那它是没有干湿分离，因为我个人爱泡澡，所以地板都会湿湿的。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它吸水功能。好，那我先把地板弄湿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都是水。那很多人都会希望厕所的地板是干的，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把这台洗地机把它打开来。那它前面有个刷头，打开的时候它会一边吸一边滚，那你的地板啊，厕所的地板啊，就可以连着那些肥皂泡啊一起把它刷掉。然后先把开关打开。吸过之后就会保持干爽。这边水都会一直往这边吸进来，水都会一直往这边吸进来。吸完一轮，然后这一支啊，这一支洗地机，它可以直接往前插一下，它就自己可以站起来。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吸完后的成果。这边有个按钮，来你拍这边。这边有个按钮，捏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污水盒拿起来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吸完的这个污水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有多脏。来，站起来。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污水的量，哦，很脏。这个就是厕所的污水。好，那我就来把它倒掉吧。打开来可以看到里面的污水，真的是蛮脏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滤水盆，可以把这个玩这些毛屑啦、毛发啦，把它过滤一下。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污水，可以把它倒掉。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洗碗的成果，谢谢大家。